家可以做文章，因为第一个，卡多利亚粮食故事馆呢是一个观光工厂，哦，啊，位在我们后壁。为什么觉得后壁？因为它在这里呢，是一个粮食主要来源，哦，啊，第一点，啊，第二点呢，我今日讲讲推动的，我的主角哈，哦，是丝木鱼，啊，丝木鱼呢，是咱台湾呐，啊，台南关的。要单机哦，合在了呢。我们台南市啊，从北门呢一直到我们的南区啊，将近海岸线将近有80公里啊。那这80公里里面呢，啊，我们好几条溪有，这边八掌溪、积水溪哦，那咱们这一个江津溪哦，也算讲呢，这些流域呢带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啊，尤其啊，以上百年呢专攻来对吼，我们台湾啊，这台南啊，占点7%。生产面积啊，在我们全国里面，啊，所以说我们的产值第一位哈，哦，所以说做简单的批评呢，是靠三百年的生产的过积的哈，啊，为什么今日办这个活动呢？主要是讲咱呢，即卖食三百年，长肥、长好、长营养。我一直讲吼，咱农产品啊要食呢，我不鼓励人家呢食过，啊，这时阵吼，哦，感冒。他说你哪里补我感冒我感冒，其实我这不鼓励人家吃这个东西，我鼓励呢按季节产品呢，按季节评价，在季节的产品才喝。为什么？这是这样的，那你他说气候呢，什么样的气候造就什么样的食物呢，想喝哈，因为这是自然成熟上天给赋予我们的，哦，我们通过一些化学药物啦，或是一些方法去产销调节改良呢，这个呢都是一些外物啊外力呢给他，所以讲呢，这时阵呢，食三百鱼吼，当肥当好食。啊，虽讲三百鱼呢，啊，会当结合，但后边因为我所了解后边的比呢，啊，上好的。啊，但三百鱼呢，啊，嘛使讲，虽然是较早咱副市长咧讲，这个咱的产量会使讲是全省降过10%以上，但是咱南关的这个鱼产品啊，的这三百鱼就是讲千平。是讲咸水的，因为下海鱼有分咸水甲正水，啊，咸水甲正水部分，尤其咱食的部分啊，可能这个肉质也好，咱拢会当感受到，就是讲今仔咱掠来的这个下海鱼啊，咱话伊这个脚尖呢，咱无新鲜，这个就是下海，就是咸水的下海，所以下海鱼来，对咱的这个人的健康啊，啊非常好。较早你讲的，较早细汉的时阵，来讲这个。产妇啦，哦，生囡仔生了啦，是讲有去手术啦，伊必须要讲爱食虾米，哦，所以是一个真好的一个鱼产品啊，所以不只是丝木鱼啦，吼，所以以后还有很多可以配合的啊，来推广和台南的相关的农业农产品，这个都是我们希望可以乐见的啦。然后让咱的虾米吼可以走出国际，啊，那是想着日本的选择鳗鱼饭，啊，想着台湾的选择咱的什么虾米包，吼，啊，咱后边吼。后壁你真正做好，吼，后壁你家己咱放门也是下街，这三百年哦，这应该是无敌啊，吼，无敌啊，我们就可以共同一起来开发这个便当。好，来吃三百年，赞，好，来吃。